木兰洪泉起源于虞城县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乡。清光绪年间，木兰洪泉的创始人郭文武先生在木兰祠为武僧人，由于他自幼就爱舞刀弄棒，后来他不但四处拜师学艺，而且还在前人的基础上自创了自己的拳术。自创的拳术有八卦拳、上四路下四路、上六路下六路、贴身靠、总锤、内气功、白虎靠山，其特点是刚健有力、朴实无华、节奏严谨、舒展大方。随着郭文武拳术名气的大增，为自己的独创拳术起一个什么名字成为他思考的问题。因郭文武是木兰祠的武僧人，为了表达对木兰的尊重，发扬木兰文化，弘扬木兰精神，他就自己独创的拳命名为木兰洪拳。木兰洪拳在器械方面也进行了创新，特别是拐子破枪、毛镰破枪为木兰拳器械中的独有套路，为当前所有拳术中所独有，既具有鲜明的木兰武术特点，又具有独特的豫东特色，展示了豫东地区的传统武术文化。木兰洪拳内容丰富，习武和演练与众不同，主要拳法有挂画拳、八卦拳、地躺功，棍子有哨子棍、三节棍，鞭类有钢鞭、绳镖，以及武术界已基本失传的拐子破枪和毛镰破枪。挂画拳的主要表现为边说边打、口到手到、招招制敌。八卦拳的主要表现为操练起来步走八方、阴阳分明。哨子棍法的主要表现为操练起来左右手花上打、扎花盖、下打枯树盘根。三节棍的主要表现为操练起来脚手相合、棍裹人、人裹棍、招招逼人，所到之处犹如排山倒海之势。钢鞭的主要表现为操练起来是手花眼花、上花下花、腰花外加就地十八滚，鞭到之处犹如一堵墙。绳镖的主要表现为金丝绕脖、浪子踢球、单劈红、双劈红等。拐子破枪的与众不同表现在击破对方各个穴位，使对方防不胜防。毛镰破枪的与众不同表现在搏击中能破解对方的软器械和刀枪剑戟等武器。木兰洪拳原来有完整的拳谱资料，后在文革中丢失，拳术套路仅在后来练习者中间流传，给今天的挖掘整理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但木兰洪拳作为一种优秀拳术，不仅具有强身健体、护体等诸多功能，而且对于研究中原武术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搏击方面所独有的招式和理论反映了豫东武术文化特点，是难得一见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目前木兰洪拳的主要传承人郭明春、林长友、赵传亮长期从事木兰大洪拳的演练和教学工作，所传弟子遍布全国各地，多次在河南省商丘市等武术比赛中夺取优秀名次。他们表示，要做好对木兰洪拳这一民族文化瑰宝的挖掘、传承和保护工作，要把木兰洪拳同弘扬木兰文化精神结合起来，全力进行保护和弘扬，使之以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